我们来看一下四位的分数。王平玉400分，小欧500分，张怀平900分，袁国700分。刚才是魔音，现在是要魔舞了。我光这么说，可能你们听不明白。我们举一个小例子，大家一看就知道了。来，把我们的第一号题板打开，我们上面写着猪八戒背媳妇儿。好，我们请超人和公主给我们表演一下猪八戒背媳妇儿。嗯，当当当当，滴个滴个当，滴个滴个当，当当当当滴个当，当当当滴个当，滴答滴答滴答当当。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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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待会儿就是这样子，是他们两位先学一遍，你们猜这是什么话？我们后再打开谜底，和刚才是一样的。都准备好了吗？好，准备好了。啊，极了！来，我们让超人看一下啊。这是你们的头一个，哎，几个字啊？他在叫他，哦，他要叫他，嗯，好，他喊他，8个字，什么？有人妈叫回家吃饭，有谁妈叫回家吃饭？你妈叫你回家吃饭。你妈叫你回家，你说什么？你妈叫你回家吃饭。我们来听听王庭玉这对了吗？给王庭玉加上200分，你匀我100怎么样？恭喜你没说准，那没办法，比赛就是如此。